杯子。不是，我真的会傻眼，用这么大的盒子，然后装那个小的杯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杰。我看到这个，我们上次有打那个小型的那个猫爪杯嘛，然后这个又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大一盒，不知道里面装什么，所以我很好奇里面到底是装什么，是不是放大版的？对，打一盒出来看看，很好奇，是出自于好奇而打。可是不知道好不好打就是了，因为我。这甩幅很大啊，有可能会出啊。哇，他说他的盖子没有脱钩哎，可是我刚刚那个宝已经是极致宝了，它是靠盖子浮起来的那个宝哎，好好去打满哦，我觉得这还有点难度，是很大门呐，超大门的啦，没关系，反正它宝夹剩不多。哦，挡好挡满，挡好挡满。哇，不会就这样坏了吧？啊，没关系，还有三次。好了 ，OK。对，啊，二楼了，耶、yeah ，换钱了，来，说啥？我说送出去啊。如果打车又是小的杯子可以。不是，我真的会傻眼，用这么大的盒子然后装那个小的杯子。我真的会无言哦，真的是会很傻眼哦，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看甩幅真的超大门，保夹前出货，刚那个保，应该没办法。哎，它的真的，这个阻碍真的是，有点困难，但是试试看。让我们看到差点起来，差点，猫爪杯，哦，怎么样？会丢？没有。想说他会不会直接把它带出来？哎，刚想说它浮起来的话，有可能会脱钩哎。
啊，有机会呢。可以。哦。螃蟹吗？对，他甩到最后面，有机会后螃蟹。但是很难控制，就对了。差220。能不能把它全部都打到正前方去啊？而且我先试一下这个保夹前出货，其实它那个真的很烦，一直把我的甩浮吃掉又吃掉。不会主动一点滚去那个洞吗？那靠旁边那个，你看，傻眼。好像又比较过去一点。保夹前出货，虽然剩不多。螃蟹，哎，有了，想丢回去哎，他都已经后螃蟹了，但是我后螃蟹有点太深了，哎，可以啦，就这台是有机会了。后螃蟹有了，保夹前出货 ，yes， 想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是小的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上次打这个盒框，就盒这种盒子，就它会不会这么大盒，就里面给我装那么小的杯子？抓塞，它有空间。好，我们来开箱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大盒的。大小一样啊，拜拜。猫爪要这样子看看，哎，那个时候我一直这样看，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。猫爪，猫爪杯。哎，也不算欺骗啊，人家又没有说比较大的盒子里面的东西就一定是大的。之前还有出那个这么大的盒子夹出来公仔是这样子，就很畸形。显得它很大，傻眼。哇，对啊，大盒的小的猫爪杯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一样送出去啊。但拿到了你就会看，哦，好像很大盒，好像是很大杯的，结果没想到打开是那种小小的。抽到的人会不会觉得，哦，也是跟我一样那种感觉。好了，那这个没有开箱过啦，啊，对吼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应该不应该开箱的。不行啊，是要开箱你吗？好了，那这个一样抽出去了，那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
拜拜。No se entendería.